这个六月，澳门大仓酒店的招牌日式餐厅山里将专程从京都大仓饭店邀请名厨嘉宾旧井大辅先生为宾客们打造一系列屡获殊荣的招牌菜式。此次京都美食节将从本月19日至30日在澳门大仓酒店的山里日本餐厅举行，届时会为大家呈现出日本大师级厨师创作的原汁原味的京都料理。